司法院22号举行2024金马司法影展开幕记者会，由司法院长许宗力、议员张君宁等人共同揭幕。今年影展精选了6部作品，涵盖北中南部地区放映，还安排映后座谈，要促进民众跟司法对话。许宗力特别提到，为了鼓励创作，金马司法影展也在金马创投会议上新增了司法电影创作奖。从移工争议、医疗纠纷、深掘法律与人性挣扎的医疗犯罪剧集《The Outlaw Daughter》画外之一，抢先在金马世界首映，女神张君宁也来了。现在进台湾的移工应该有85万左右，然后逃亡的移工就有8万多人，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已经是社会上的一个议题了。这些人的逃亡之后，他们的医疗该怎么处理？然后其实像刚刚导演说的，还有黑雾宝宝。2024金马司法影展精选6部强片在台首映，除了《The Outlaw Daughter》画外之一，还有5部国际佳作，包含吹响日本迷途号角的记者伊藤诗织执导的电影《黑箱日记》，讲述人工智慧冲击的人造正义，以及作品《难言之隐》《爸妈不是家》那些受伤的脸孔等，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和观众探讨社会议题。是去年参加了这一个司法的那个创投会议嘛？我们就是在那个鼓励有那个优秀的这一个司法的那个聚集，那么我们今年呢也增加那个优秀的这个司法的那个电影。总之呢，这个最主要就是我们一直认为说，这个是推广法治教育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工具。影展将于台北、台中、高雄放映，还邀请了法界人士举办映后座谈，拉近民众与司法的距离。记者谢嘉纯、叶琳凡台北采访报道。